Survival of the fittest reigns in this industry as well. What's the competition like? According to a report, it's not only enough for a betelnut beauty to be beautiful. The sales skills of a betelnut girl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as well. That actually accounts for 50% of successful selling. Like the girls say, these a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a betelnut girl. 条件我觉得不需要，就是要和蔼可亲，这样就OK了。 And yes, they are always looking out for the competition. 对，这个行业还熟悉吗？ OK啊，嗯哼，嗯。 竞争会很强吗？因为你刚才问了我很多关于其他槟榔系列的东西。会。 怎么的强法？你们只是在斗什么？没有，因为竞争蛮大的。怎么说？可以形容一下吗？因为太多家店了。你会怎么让自己更加的特殊？靠打扮。是啊。那是不是比你前面的那些槟榔馆就会吸引更多人呢？ 我一定要看你怎么跟客人聊。哦，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跟客人聊。刚才你说打扮是怎么样的方式的打扮？你说化妆吗？还是穿的衣服啊？还是穿的比较露一点？刚才你说什么？化妆啊。化妆还有呢？嗯，穿的衣服。嗯。你会穿怎么样的衣服？除了这件，就是你会穿的比他们更露吗？没有，是比较亮。就是色泽比较鲜艳。 刚才你说要跟客人聊天是什么意思？可以形容一下。就随便聊啊。对啊。就是可以闲聊多一点点，你就会觉得可以吸引比较多顾客。对啊。那你觉得你的竞争，你到现在为止你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啊？<笑>大家都是竞争对手。<笑>大家都是啊。是。对啊。嗯。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觉得很美很出众的槟榔西施啊？ 这里吗？这里，对，没有吧？你最美，没有，<笑>还有最美，都不错了，都不错。其实这个行业怎么样？现在不好做，怎么说呢？可能景气也有差啦，然后现在戒掉的槟榔蛮多的啊。是。Next up, love relationships of the betelnut beauties are revealed.